说实话 ，YT 没有什么钱，我可以跟你们讲啊，我每次开 YT 大概是，是不能讲，讲钱可能就流俗了，但我在 YT 播啦，我大概播个十天，在 YT 播个十天可以买一只手机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是没有到很多啦，对，就不多不少啦，但是我觉得比 Twitch 健康一点。因为退取，我跟你讲，退取是怎么弄的？退取呢？他们是会给你一份流量。其实退取跟 FB 一样，退取跟 FB 的实况组都是你必须要达到多少观看分钟数。观看分钟数怎么算呢？假如你的平均在线人数是1000人，你今天开了5个小时，你就是有5000个人看1个小时，就等于是5000个小时的观看分钟数。等，我要选什么？等我在讲什么？你。我刚刚说完什么啊？卡利斯，卡利斯，卡兹克。所以刚讲了，所以你开5个小时嘛，等于有5000个小时的观看分钟，5000个小时就是6×60是多少？大概是300,000分钟数，大概这样算。然后一般来说，每个月都要达到数百万或者是1-2000万之类的分钟观看数，大家可以去推算一下。对。退取跟 FB 都有，当然有不同门槛啦、啊。比较大咖的可能每个月要开5000万分钟数，啊，差一点的可能500、1000这样。少，不要这样吧？你是认真的吗？你还有20块，兄弟，你知道20块可以买1罐生活绿加1罐麦香奶茶吗？那是多么美好的饮料，人生多么甜美。一哥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，我们要开导刚刚那位兄弟。卤蛋，对，20块还可以买1颗卤蛋。哎，不对，茶叶蛋可以买2颗半。虽然你听起来是干话，可是这些东西你死了就吃不到了。不要这样子，人生很美好的。有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结过不去，有一个坎，我知道那个坎。我觉得啦，我人生踏过的坎可能比在座各位还要深。可能在座，我敢说有90%的人没有经历过那种，你走出门你要戴低帽子，你怕路边的人看到就会打你，随机一个 nobody。我曾经经历过那种谷底，然后只要讯息网络一打开，每个人都指着你的鼻子在嘴，他们在嘴的什么？在嘴你的私事，在嘴一件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的事情，但是他们可以评论的头头是道，可以指着你的鼻子骂，讲的好像那是跟他们。息息相关，就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事，或者他们亲身经历的事，你能理解吗？起码我那时候感觉，起码这世界上有20万人，或者50万人在指着我的鼻子骂，在骂这件事情，你理解吗？但我还是走过来的。那我怎么走过来的呢？我其实就没有出门，对，但我觉得那样不太好。我用我的负面例子告诉你，我那时候也很想跳，那时候我住14楼，那个窗户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在那个窗户陪了我好长一段时间。可是刚才这边讲这个会被黄标啊，操！但是没关系啊，为了救你这条命，兄弟，我豁出去了。那个窗户我曾经真的想要跳好多次，因为我一直把自己关在那个家里，我不敢出去，我真的不敢出去。我觉得外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渣男，他们都相信网络上的谣言，他们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人，并且他们想要踏伐我，觉得怎么样怎么样。就是要把我踏伐到死，希望我这个人永远不要出现在他们身边，在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我觉得外面每一个人都想要这么干死我，所以我不敢出门，我足不出户，我每天很忧郁的待在那个家里，重复的看人家骂我的评论，重复的那一段悲伤。为什么你要这样讲？我到底干了什么屁事？我真的这么烂吗？我被讲到真的觉得自己好烂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直到有一天我真的饿到不行了，家里那个泡面吃完了，宿舍泡面都吃完了，然后我也吃着好痛苦，我就。受不了，那楼下刚好开一间拉面店，真的，宿舍楼下开一间新的拉面店救了我。哇，那个拉面我就想要走下去吃一下，然后我戴个鸭舌帽，帽 T 加鸭舌帽，你有看过吗？鸭舌帽戴在上面，再套一圈帽 T 上来，走出去发现，没人屌我，你们不认识我吗？操，没有人屌我，我才慢慢发现，这个世界其实很大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，这个世界很大。还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，还有很多事情值得你去探索，兄弟，不要这样一走了之，一走了之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也许在你眼里的这个世界是不值得你存在的，但是你真的一定要相信，真的一定拜托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世界还有很多事情
是真的很值得你去看的。然后记得一件事，兄弟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情，只有过不去的心情。只要你的心情过得去了，一切都海阔天空。事情一定会过去的，你不要着眼在那个事情上，你千万要记得一句话：所有的现在都终将变成一段记忆，所有现在你历经的事情，终将都变成一段人生的记忆而已。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。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回到游戏直播台了。记得拿完一条龙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回野区混，回去野区把野怪全部混完，我操，你就赚翻了，爽赚一条龙，野怪一弹都没掉。这时候对方很气啊，他可能会想办法去 gank 你队友，你记得要拼灯，提醒他们小心。现在中路不在嘛，他不可能建中，所以唯一可能是下路，拨打几个灯提醒他们，然后跳绝对不要用掉，因为他随时可能进你野，100%要戴口罩。想要帮哦，帮会很惨哦，然后被轻松塔杀，真的，但没办法，兄弟，我一定要绕掉那个眼睛。抱歉啦，这眼必须绕。回一个，啊，准备迎战这条龙。鞋子应该也不用买，先买一些爆发力的装备，首选啊，暮色黑刃。下一件应该会买 GA， 或者是黑切。啊，有些人会买那个处女膜，不好意思，讲话比较难听，但不怎么讲，那个就太难记。我是觉得 ，No 应该把装备名字弄得好记一点。这么骚，你这么骚。支援一下，露露在干嘛？请起来！啊！好烧，好烧，好烧，好烧！西山小啦，西爽没啦！驾照考了几次？我考两次，我那个直线考不过啊。我是指汽车啊，汽车考两次，机车超容易的，机车没有人考两次吧？机车那个直线直线七秒，我三秒就过了，那个白痴都会考。南北爽吃，我没吃，我们 AD 也爽推，感觉可以上岸喽。停起来！有没有考虑 FPS？ 我有3D 晕，对，但如果是36D， 我不晕。先中一次回血，不然我们两个估计扛不住。操，好猛啊！这三人直接冲出去自杀，哎，用他的命换巴龙吗？切起来！缓住，缓住，缓住，收割，收割。好，没事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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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掩护你们撤退，喷死一个傻逼！哇，舒服，他想一闪我，先缓他，再掉下来吃，完美，有种你闪下来啦，你没闪下来都别想跟我抢这条龙，缓住，再见，应该没了吧？直接缓成香了，暴打一顿，哎，太定位牛。嗨，今天过好吗？哦哦哦！嗨、哦，嗨、哦！干！怎么可能？他把他撞进来，他把他撞进来杀人。好欸，九筒炸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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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他来，拿他来，保险套，探草，
清起来。跑阿奇尔啊，跑。酒桶就是个双面刃啊。他出 AD 装呢，被我打一炮，打一套就是只打一炮，抱歉。我的性向是对，恋爱性向是女性。他被我打一套他就得死，可他打我一套也很有压力，就是我刚死两次的原因。不是吧？看胆小。没事，活着吗？四龙，哇！四龙拿到了，还有三军营，再拿一个八龙，怎么输 ？I don't know。干嘛啦？嗨，坚果好吗？坚果好吗？哎、欸，哇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 Q 都举起来，不要隐身。被女生躲掉，姐姐。